这是黄玉米第一次直播，你人生第一次 FB 直播哎，好像那个妈咪比较会跟你对话 ，Daddy 比较逊。那我唱歌给你听好了。问的我一说要唱歌就打呵欠的意思是 ，Daddy， 妈咪，我的名字叫玉米，两天后是星期五，废话。我最喜欢米老鼠。好了，表现得不错，起码没有哭闹。刚刚有隐约有一些微笑。我们换妈咪跟她对话，因为妈咪跟她对话，她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。你现在才发现我啊？我刚刚在你旁边那么久哎、欸。嗯。啊，你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啊？我讲那么多，分享很多。这是黄玉米第一次直播，你人生第一次 FB 直播哎，我求你笑一个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有一点微笑，好像那个妈咪比较会跟你对话 ，Daddy 比较逊，那我唱歌给你听好了。问的我一说要唱歌就打呵欠的意思是 ，Daddy。妈咪，我的名字叫玉米。Charlie， 这是我的英文名。到底为什么又是你又是你子？为什么都是蜘蛛，为什么是尿布？赶快帮我换尿布，然后帮我擦屁股，再去帮我洗屁股。我最喜欢吃莲雾。哦，新的新的新的。两天后是星期五，废话。我最喜欢米老鼠。好了，表现得不错，起码没有哭闹。刚刚有隐约有一些微笑。好，这是玉米第一次的519玉米时光的直播。我们换妈咪跟她对话，因为妈咪跟她对话，她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。嗯，真的很喜欢，哎呦，真的很喜欢跟妈妈讲话哎。你现在才发现我啊？我刚刚在你旁边那么久哎、欸。哦、嗯。啊，你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啊？听说你今天一直睡耶、欸。还有便秘。你还便秘哦？便秘很快乐，对不对？讲那么多，分享很多，啊，好啊。他真的很喜欢跟耿如讲话，跟爸爸一样好爱说话。哎、欸，我是上班呢，我是为了上班呢。